又出两名小孩，分别为4岁女童、2岁男童，都有大面积的烧伤。嘉义乡消防局于本日10:34接获报案，指称民雄乡青埔村31号发生平房住宅火警。好，我们随即派遣13车29人前往现场抢救，并于10:54抢救出两名小孩，分别为4岁女童、2岁男童，都有大面积的烧伤，由民雄911与西口911后送嘉义与慈济。现场火警状况，大约是平房的正中央全面燃烧，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要排除火势，才能进到小孩受困的房间。